每一颗种子都回到大地的怀抱，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总之下在昨天再次站上了5000点。这是咱们学校校花。哎呀哎呀，两枚啊。这是股票的黄金时代。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了自己心目中的股神。就是走火入魔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像每个烂故事里的男主一样。李强说，银装现金。